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自己的双台，我是张小颖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玩这个叫什么？这是除虫专家，也叫除虫专家吧。我们就来玩这款游戏。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？能不能升级的？好像可以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个姐真是蠢翻了，姐一直玩，姐不知道这个是可以升级的，我的。咔嚓！所以姐之前就像个傻蛋一样，防虫护盾。好贵哦，真的好贵哦。提高移动速度，我觉得我还是。加强武器吧，无敌并且增加移动速度。还是我应该帮他买一个被动。免受一次伤害，不会中断连击。但这个只能用一次吗？这个只能用一次，我买是不是有点亏？买了好了。好的，然后。激光复仇者，火箭发射器，买一个冰冻手雷，激光复仇者。好吧，你现在真的没有钱了。从这关开始，好，我们这个更新的装备，只要我们不被他找到就好了。哎，超不靠谱的这个装备，听起来就不靠谱。靠谱的是，他居然只打自己人。
别的我就不说了，我觉得时间也不够。哦，结果是够的，看来我的新子弹真的很给力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果然新子弹是给力的。但中间这个大锤子真的是太不靠谱了。哎呀，真的好恶心的肥虫，我的妈呀！这是什么？一只臃肿的瓜牛吗？哇塞他！哇，你有种，你不要跑，混蛋！有种不要跑！呜呜！啊！Final， 来，先给一个大绝。别跑，小混蛋 ！Hello， 早！哈哈哈哈！配备了新武器以后，我的这个速度简直飞快。之前打那么辛苦，就是因为没有新武器。但是被他第一下砸，还是超级痛的。好痛好痛好痛，住手，放开我的小伙伴。吼吼，这个时候趴面子就是一趴就给他弄死。哎呀，还让你趴我脸，让你趴我脸。哈哈，哦吼，等等，哪里跑？哈哈哈哈哈！时间好紧张啊，时间。原来金币很重要，金币是要捡的，很重要。哦，出现了肥虫。我操！去死吧，肥虫！哎，有没有这么打不准，混蛋？哦，等等，好多好多！
感觉到俺需要一个补血。我刚刚升级了我的火力，你刚刚没有看到。我刚升级了我的火力，原来在那个进门画面那边是可以升级装备的，我都忘记。我那时候进门想说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升级，但是我一直忘记这件事情。它是可以升级装备的，升级之后变得好强力啊！去死吧！来啦，肥球！啊，好好好，痛好痛！啊，哈哈哈哈！啊，等等，有点多人，有点多人，有点多人！哎呀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恶心的东西！来吧！呀，好好爽啊，特爽快！哎呀，糟糕，又是电梯，电梯就没有补给品。这是什么鬼？飞翔的小臭虫，边飞还一边吐。哎呀，而且俺还被打中很多次，可恶！我觉得我的血有点死，我觉得我的血有点危险。啊！又是你，飞翔的小飞虫。一颗啊啊！不要过来！等等等等！啊，等等！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！啊，我死掉啦！可恶！都是这个小飞虫的错。好，这个角度超棒，这个位置超棒。啊，被电啦！好好好，我就站这，我就站这。我觉得我应该要等一下再升级一下我的装备，我觉得我有钱就可以升级一下。
巨大的。哎呀，这个好。哎呀，不要，我不要选路普通，我那么孬，我要选简单。我那么孬，等一下，我要先这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想你们这里有虫害问题。嗯，真的有。我不打算在这个房间里陪你，我用对讲机跟你保持联系，可恶！我早就料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去升级一下我的武器，我先升级一下我的武器。看看啊、哦，升级冰冻手雷，追踪导弹，冰冻手雷哦，冰冻手雷还好。激光枪、火箭发射、电击机枪，然后好吧，冰冻手雷。我刚刚是到第五关了吧？这里了吧？观测台了吧？什么？哎呦，小恶心们！恶心啊你们！哦，来一把肥虫。等等我的时间，哇，我要超时了，看来这关的难度是在我要超时啦。
射不准的关系总是超时。哇，有种你们不要跑。分两个地方跑啊，时间，哎呀，这个时间好赶哦，太惊吓了，太惊吓。好，26啊，这个时间太赶了呀。哦哦哦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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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哎呀，慢慢来。我啦我啦我啦，哦，新的小光牛，感觉我要超时了。哎呀，这个来得好啊，好痛啊，被弄死。看来这个捡钱的事情真的是不急啊。这混蛋，他这会挡住我的这个我的飞弹。就是混蛋，哈！但都没有额外的奖励。
第五关应该是最后的关卡了。这个打完之后是打个无尽模式，这个游戏应该就结束了。顺利的话，啊，好痛！要不要肥虫？时间是不是已经赶？没有额外的奖励，28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咚咚咚咚的钱一直掉啊！啊，好痛，好痛，不要太过分了。哈哈哈哈！啊！上吧，飞弹！刚刚觉得血数有点少。啊！不要砸死我！不要砸死我！我居然在最后被这颗球给砸死了，简直不合理。有种不要这样跳，
我觉得刚刚我就太嚣张了。时间感觉有点不够，等等十啊啊六秒，好惊险啊！好惊险，好惊险，好惊险！哈联者，看这个这个，哎呀，我不是火力升级了吗？为什么还会被哈联者趴死呢？哎呀，讨厌，又要闪哈联者，哈联什么的最讨厌了。肥虫，啊，痛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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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好痛啊！下一波出来再冰吧。哦，这个真好用啊！哎，好可恶啊！怎么这么可恶呢？让我无脑开枪都不行吗？血，我感觉脚要被弄死了，可恶！赶快给补个血吧！你迫切的需要补血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姐要被弄死了，混蛋！哎呀，再不掉补血，姐要被弄死了啊，混蛋！
被活生生的打死呀！看，我觉得刚就是这混蛋弄死我的。哎呦，好痛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等等，我现在发现这个方块会挡住我的子弹路线。哎呀，完蛋，我要死了！我觉得我这是第好几次死在这个地方。再死我就再去升一次级。是我之前都没有进入一分钟之内，我现在进入一分钟了。很好。哇，我有点担心，这能在时间内打完吗？17、14，打完蛋，我打不完。等等，看来这个要再升级一下我的武器。升级什么呢？哎呀，但我有点穷啊！进发射器，我好穷啊！没有钱。没有钱。我觉得我选的这个护照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，我应该要选择加速的。
其实买错了，我可以退货吗？有七天鉴赏期吗？我觉得我买错了，那我可以退吗？我以为他那个护盾是会回的，结果不会。不会我就亏啦，我要求退货啊。这家伙吱吱叫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有升级有差，有升级有差。在周围听到很大的动静，请做好准备，比平时还要多。这似乎是最后一站了，祝你好运。来吧，这就是最后一关啦。在这一关应该是各种虫虫都会出现吧。什么？很多很多很多！哇，好爽！这个好像电蚊拍。我面对趴脸只要小心。肥球，耶！等等，从时间来看，等等，六秒是什么意思？秒数是不是怪怪的？
哎呀，我绝对是装备错了呀，我应该要选速度的啦。好痛啊！既然是最后一站，不是应该多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哇嘞，他们全部都在下面，都打不到，该死！哎呀，好穷困啊！站在这里，来吧！来吧，轰炸！哎呦，好可怕哦！各种趴连着，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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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点担心时间不够啊。时间妥妥的不够啊！哎呀，这个时间绝对不够吧？我，以我现在的火力，这个时间完全不够啊！所以我现在的移动速度，
弱啊，我好弱，怎么办啊？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去刷之前的关卡。去之前的关卡刷刷分赚钱。超级痛啊！重点是时间还是不够。打完还有 final 呢，丑恶的两只怪物，这样不行。我觉得我这样子打这一关是没有前途的。我应该要，这是什么？想想看啊，我应该要先想办法赚钱。我应该要先想办法赚钱，所以我应该要先打打其他关卡赚钱。哪一个关比较好赚呢？先打前面的关卡赚钱吧。哇，好死不死选到这种关卡。哇，好死不死选这种关卡。我太愚蠢了。不行。我太愚蠢了，这么愚蠢是没有救的。我好死不死选这什么关卡。第四关是不是电梯啊？熔炉，到底什么关卡最好赚钱呢？这样赚，我要赚到，我要赚到2000块，要赚到什么时候啊？
55块，感觉真的要赚很久才有2000块。都怪我买错了，之前不应该买那个的。还会呕吐的大怪物，58，40次就有。哎呀，你不要真的帮我算啊！我就很不想知道，你不要真的帮我算。我原本就有600块，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久。我原本身上就有500-600块，所以没有那么久。电得里边吱吱叫，放开他！放开那个科学家！哦，这关比较肥哦，这关102。哦，拿星星有额外的奖金，但我不知道拿星星的标准是什么。哎，我还以为今天可以破关的。要钱不要命，快点交钱不杀。骗你们的，电死你们！
奇怪，这个星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哦，分数哦，哦，星星的标准是分数。糟啊，我分数都没那么高，因为我都没有连级啊。我居然还发出我的线声音。好好好好好！哦吼，满地的钱，钱！哎，我直接自己蟹老板上身了，美丽的钱钱。吃爽快，哈、啊！我死掉了！啊！光顾着打都没注意到自己的血，应该说被这堆东西砸一下太痛了。把自己给弄死了。我又把自己给弄死了，干嘛呢我？不行啊，这样子有钱没命花呀。可恶。典型的有钱没命花。哦，这个飞弹真的真心给力。哦，好痛！刚刚就是这个家伙害我啊！啊，我
接响师那个补血。我想要再一个补血，再一个补血。这一关浪费我好多时间啊！大飞虫，哇！我要死掉了，求补血！我要死掉了。哇！哎，我现在有多少钱呢？我看看，我好像还没有2000，对不对？再打一关，再打一关。再打一关，再打一关。啊！情况不太妙，血损的有点多。打得有点慢，而且血啊，而且血有点少。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这样子到底多少钱了？耶，2000。好，我们来买一下这个被动属性，移动加成，就是你308，308还有什么可以买的吗？其他好像都买不起嘞。其他好像都买不起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也买了加速了，再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真的很可怜，我们就真的
我们就先打无尽模式吧。啊，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就说吧，管就差这个吧，管就差这个加速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你，让你母亲感到骄傲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这是讲这个研究员跟这个杀虫灭虫专家这个变成朋友，感谢试玩啊，这是试玩吗？应该不是吧？这应该是正式版吧，但是它的这个任务模式很短，对，它应该是主要是主打合作模式的，无尽合作。那我们看一下无尽单人是什么样子，给大伙儿示范一下就好了。这是无尽单人吧？啊，这应该就是我不确定他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，他那个上方那个数字。九十一零四，那是什么意思来着？哦，啊，等等，我只有三滴血。我全部排名是五七六七，我就想知道我后面还有人吗？我后面还有人吗？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们这个游戏我们就把它打破完就好了。我这个无尽模式大概是给无聊的时候你可以这个自己开来玩的，但是大概不适合我，累死我了呀！好，我们就到这边，我们就到这边。
哎，玩爽了就好了。好，那一样，这个9:30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开那个 Broken Age。那我们就先这样，待会见，下家，拜拜。